兽的齿轮会把你吃掉。嗯。战斗！战斗开始！哇，超高速旋转，全部都变成白色的。超高速旋转，停停停，战斗就要开始。爸爸，你看看那个。先来一个，这个。不是，那个战斗龙牌。哦，战斗龙牌。我来帮你组装一个好了。不要啦！我要组装一个仓狂野龙兽。那我的是这个长颈鹿。长颈鹿哦。不是长颈鹿啦，是麦盖啦。是麦盖龙兽哦。咚！咻！要不然你看，噔噔哇！你要改装哎，改装它的底盘。这是它的。这个。你居然摔到帽子！你的天翼战神掉到地上去了，果然被我爆裂了。嘿嘿嘿嘿，我会打败你。你已经被我爆裂了。再一次好吗？可是你没有发射器啊，要怎么战斗？你用这个战斗卫生纸。战斗卫生纸，老板来一个战斗卫生纸吧。老板来用战斗卫生纸擦屁股。今天第一站。天翼战神，开始转呀转。那个战斗，开始。哇！果然被我的臭脚丫爆裂啦！臭脚丫是最喜欢吃的动物。我的香港，哇！你看，对我爆裂那个还在转。果然，我的香港脚是最强的。为什么你要这样？因为你自己跑来撞我的香港脚啊，结果就被爆裂了。战斗开始，瞬间爆裂，我得两分。哎呀，你干嘛要磨屁股？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因为你也用我屁股。啊？你跟谁学的？是跟人家打架？因为你也用我屁股啊。啊？你用我屁股啊，所以就打架。然后腿打成了吗？跟谁学的？是不是？你不要用我的屁股。好啊。为什么要打架？嗯。我忘记了。忘记了，那不要打架好不好？是，我也忘记了。你忘记什么？忘记东西啊。忘记什么东西？你